上星期六，中南部举行反空污游行，呼吁全民正视。我们前进云林采访当地养殖业者，他们表示，当地石化工厂的污染让他们收入减少四成，种植的海菜一遇到雨水就难以生存。巨大的烟囱群林立在云林麦寮边界，正冒着浓烈的五彩烟熏向原本湛蓝的天空。镜头来到六轻厂区，20年来，这五彩烟甚至黑烟飘向大海，也飘向内地。沿海养殖业第一个感受到，以前这个虾子很好养啊，以前我们口湖是外号叫草虾王国，但是这几年哦，因为六轻的污染，变成我们的虾子非常的难养，收成率很低啦。放100万只，可能就只有收成着1万只、2万只，收成率越来越低。云林沿海的养殖业几乎都是采用海水养殖法，从原本养殖海菜，现在的文蛤，转变的原因都是因为空气污染，一遇下雨，整个池就全部泡汤了。头下就是无法度的时，就是饲海菜，海菜饲啊到尾嘛是滴无效的，只人搁滴搁变，变尾啊怎落改落饲蛤嘛。饲蛤蟆了后，一半下饲了，感觉袂歹。阮就是搁分量加鱼啊、加虾啊，吼，拄落饲的时是拢真好。自因入坑来，就一年一直卖落就对啦。啊，到今目前就是只要见落雨啦，虾一定爱死啦，吼，甚至蛤蟆嘛，加减嘛会死啦。那甚至在我们水林，我们当初水杉林国小第一天升空污起的状态，我们接收到新港测站的状态就是不良的红色警戒状态，那连我们水林离六轻这么远的一个距离，就受到它整个排放的这个 PM2.5 的影响的是影响的这么严重。六氢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约为台湾总排放量的1/4，每年产生16000吨的硫氧化物，与3340吨的悬浮微粒，为台湾最大的污染源。养殖户的收成随着空污的增加而减少，成本是无增加啦，但是收成有减少啦。咱每一届咧收成起来咧，以前无当拢较早，我们几成就几成，即马咧收成起来拢比伊较早差个多，差几成？哦，今麦炒起来有时炒咧4-5成，时间又长。哦，我搁今日这饲料哦，原来有较贵。饲料今麦吼要起价，拢起价起来，放白菜也趁钱啊，你来。面对目前唯一生计的转变，养殖户只能默默接受，一天过一天，改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降低空污，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云林报道。